诸位来宾，诸位大德仁者，诸位同修们，大家下午好。阿弥陀佛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中国北京，然后我的工作呢是一名演员。我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工作。那今天呢，能踏进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国土，我无比的喜悦、激动。上大学时候我就排演过莎士比亚的名著《Hamlet》。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a question.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, but thinking.makes it so. 你们给我点掌声好吗？因为我这英语也是我女儿我临出发前教我的，你们从来没听过带着中国东北大碴子的英语哈。谢谢谢谢。那莎士比亚呢，在很多人心中不仅是戏剧大师，更是一位人生、事业、爱情的导师。他的作品中变异复杂的人性、精妙的结构、绝美的诗情、充满人道精神、浩瀚的想象力，是其他作品不可比拟的。我最喜欢沙翁的名言，人生如痴人说梦，充满了喧哗与躁动，却没有任何意义。人的一生是短的，但如果卑劣地过这短的一生，就太长了。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。笨蛋自以为聪明，聪明人才知道自己是笨蛋。最好的好人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，知过则改，永远是不会嫌迟的。我还特别喜欢贵国的诗人马特兰德的诗，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杨绛先生翻译过瓦特兰德的《生与死》，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，谢谢。我和谁也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我爱大自然，其次是艺术。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，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。我无比感恩主办方能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缘，学习分享谈不上哈，我只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，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，恳请大家批评指正。我是一名演员，工作和生活当中各种的压力让我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。离过两次婚，得过抑郁症，那时候常年的就是觉得活得没有意义，想自杀。然后呢，就在这个迷茫之际，我有幸遇到了中华传统文化，遇到了佛法，遇到了尊敬的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，所以因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快乐了。我学佛虽然受益良多，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现在明白了哈，学佛念佛绝不能离开生活，要与家人和睦相处，敦伦尽分。你有几个名就要尽几个份。真正敦伦尽分就是真念佛。我跟大家说一说我和女儿的事儿吧。女儿让我非常的烦恼。我曾经就想我不管他了，放下他了，自己就专心念佛吧。但是在我念佛的时候，他的种种的言行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因为他的某句话我会纠缠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折磨我自己。而每当我接到他电话，我的心就会突突突的直跳，哎，感觉心脏病都要犯了。嘴里说是放下他了，心里根本放不下他。其实那不叫放下，叫放弃，那是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。我根本没有尽到做母亲的本分。其实我们具体到生活当中，我们有爸爸妈妈，就得在孝养爸爸妈妈的过程当中念佛。我们有工作，就得在工作过程当中念佛。我们有夫妻关系，就在夫妻和谐当中念佛。我们有孩子，就在当爸爸妈妈的过程当中好好陪伴孩子念佛。当家人出现问题，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解决问题，发现问题的出处，帮他解决问题，帮他顺利的通关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，一味的指责。不要说你怎么老这样啊，没完没了的训斥谩骂。在学佛的道路上，第一是改过，第二是改过，第三还是改过，别无选择，舍此一无是处。改过是最善的事儿，是最重要的事儿，因为它决定你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能不能成圣成贤。真正改过的功德才能超度我们的祖先，让他们离苦得乐。那么下面我就想讲讲我是如何改善我与女儿的关系的。今年年初的一天哈，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，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说我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件事儿哈，他说家里你儿子没什么牵挂的了。其实你走那一天，你最放不下的是你的女儿，你都闭不上眼啊。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哭了，因为他戳到了我的痛处。我在反思哈，确实应该改善与女儿的关系了。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呢，我就参加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学校的祭祖活动，这让我百感交集。孩子们端身正义，非常恭敬，从头到尾对祖先的感恩和发自内心的忏悔，还有那庄严肃穆的磕拜场面。就是在那个能量场中，我突然意识到我愧对老祖宗。我记得我当时哭得一塌糊涂，特别想起了我的公公婆婆，我女儿的爷爷奶奶。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。我的婆婆对我太好太好了，刚生完女儿的时候，我婆婆对我特别的好，就煲各种汤啊，因为营养太好，就全被我吸收了，结果八天都不大便。我的婆婆就耐心的，很细心的给我抠大便，最后还喷了她一身。想想婆婆对我的好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可后来婆婆临终前，病的半年多吧，我只象征性的看过他两次，我觉得我特别没有良心。我后来能在我爸妈病重的时候给他们抠大便，其实就是跟我婆婆学的。我离婚后，我女儿由婆婆家叔叔婶婶带，我婆婆最后病重时把她老人家的金银首饰都给了我，就跟我说，佳丽啊，以后你要把女儿领回家啊，女儿要跟着妈，没钱呢你就管她爸要。就想想婆婆对我的种种的好，她的嘱托，我惭愧至极。就在那天祭祖活动上，我反省自己，真是大不孝了。我不会做女儿，让自己的母亲顺心如意，我不会做妻子，没有善待自己的先生，我也不会做母亲，没有好好照顾我的两个孩子。看看我是怎么对我女儿的哈，在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我就离婚了，然后呢，放弃女儿的抚养权，只想着离婚后要投入我的新生活。那个时候从我的内心就把这个孩子给抛弃了，心里只想着自己，全是自私自利。
就从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女儿，她将来谁来照顾呢？谁来陪伴呢？谁来教育她呢？谁来呵护她呢？她的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呢？从一岁多离开女儿，有三年多一次都没有见过女儿。后来打听到女儿的住处哈，说好去看女儿，女儿就头一天就在大门口就等着妈妈，就还问奶奶，这个是真妈吗？然后奶奶说，回家吧，你妈明天才来呢啊。孩子还是不回家，就等着妈妈。第二天我到了，哎，到了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和女儿就在大门口等着我，巴望着我。当时奶奶对孩子说，这是你妈。孩子眼睛望着我，他说，你是生我的妈吗？亲妈吗？然后我们家全家人哭成一团。凭良心说哈，如果我想见孩子，怎么都能见到，但是我只是为自己着想，不想让孩子干扰我的生活，哪里会体没有体会过幼小孩子没有妈妈的感受。本该是撒娇的年龄，但是从没有享受到过母爱。后来吧，我就是例行公事的买点东西去看看他，也不问孩子怎么样了，有什么问题，学习如何，就像客人似的，说待一会儿我就走了。拍戏是很辛苦，但是总得关心孩子吧，就电话问候都没有。直到女儿的爷爷奶奶去世一年多以后，才把孩子领回家。初中呢，又在住在老师家；高中呢是寄宿学校，只有周末才回家。大学呢又在南京上了四年，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年。女儿大学毕业后，我跟她的关系已经冰火两重天了，势不两立。提到她我就受不了。高中阶段呢，跟她在一起生活是最多的了，应该。跟孩子的关系恶化也是在高中。孩子小学、初中学习都是不错的，还是班长。高中呢，考上了重点学校。有一天我给他们老师打电话，老师说今天四点就放学了，结果女儿九点多都没回来。然后我就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，我说她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啊，咱们去到学校找找她。朋友说等会儿吧，你别伤孩子的自尊。结果晚上十点多才回来，我就问她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孩子说刚放学。我一下就火了，所以刚才蔡老师说不能轻易的发火，我是常常发火，就是雷电交加，哎，经常是这样对孩子。所以我一下我就大声嚷嚷，我说你又在跟我撒谎，你给我滚滚。然后孩子就想跟我说，想解释什么，结果就让我这个一顿怒气吧，就把他推了出去，孩子就下楼了。后来我朋友说丁佳丽你太任性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？他就追出去了找孩子，找了夜里两点多才找到孩子。后来女儿跟我朋友说，她说其实我就站在天桥上看着人来人往的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，她说可绝望了，她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，她真想跳下去。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她没有考好，自己特别难受，而且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才回家晚的。我不允许孩子解释，而反而是劈头盖脸的就是责骂他，太霸道了。我嗔恨心特别特别的重，却不问孩子吃饭没有啊，也不关心他，对孩子就是一味的指责批评。我真后怕呀，真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些其他事儿我解决不了的，其实没多大点的事儿，我呢就找他班主任、各科老师、教务处主任，让他们教育他。我不是就事论事哈，而是添油加醋，夸大其词，说他有多么的不孝顺，多么的不听话，多么的让我生气，有多么的忤逆我。我不明白老祖宗给我们的教诲，
家丑不可外扬，我恰恰是在扬家丑，在学校我给女儿造成这么个不良的影响，让老师和同学误解我女儿是一个问题青年，深深地伤害了女儿的自尊心，结果呢，导致女儿越来越孤僻，从此以后女儿真是完全叛逆，破罐破摔了，反正不好好学习了，这都是我这个缺德的妈造的孽。真的，刚才蔡老师说要做孩子一生的贵人，我说我做了孩子一生的小人。我还把我所有的就朋友都发动起来，然后制作各种场合，以各种方式来帮我教育女儿，因为我这些朋友事先被我灌输了太多女儿的不是，所以一见面就对我女儿一股脑的就说，孩子啊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你得听话呀，你得懂事儿啊，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太不容易了，你不能让你妈操这么多的心呢。哎呀，女儿特无奈的跟我说，妈妈你省省心吧，你不用让这些叔叔阿姨这么辛苦的轮番作战了。然后前两天呢，我的朋友发给我一段话，我在这里供养给大家。这段话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若子弟不务正业，当夫兄的千万别对外人言其短，短即是不好，以不好二字传入彼耳，彼则因羞成怒，将事不回头矣。若能见人即说子弟现在的改悔，近来的好处，将来的志向，传入其耳，既能激发其良心，使其回头向善，随我意而变，是故找好处，说好处，心存好处，乃苦海中现清凉也。清廉也。女儿大学毕业后哈，她不想干本专业了，想当演员，让我给她辅导，可是不到两分钟我就能跟他嚷嚷起来，我就讽刺他，我的天哪，就你这样你还想当演员呢，就是你长这样，你跟你妈长那么难看，你看你那表情，我的天哪，我受不了，太像你爸了，哎呦，我真受不了，我真受不了，就你这心态你真的不适合演员。然后就是这样吧，你这种情况干脆你别往影视圈里混了，别往里进了。给女儿压岁钱时候，我从来就是拉着个脸，然后把钱一甩给她，给你，我又不是开银行的，你节省点花啊。然后女儿就说，妈妈，我每次拿你的钱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像个乞丐似的。久而久之吧，我们俩的关系吧越来越紧张，互相都不想见面了。突然有一天我高兴了，就要和女儿见面，她说，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，这要过年了，你要堵我心了，平时不理不睬的，你又想当好妈了哈，你可千万别让我见你，见你我就想自杀。听了这句话哈，我暴跳如雷，当场就病了，120就给我送到了医院。那天我嗔恨心太大了，动了心性，病了2个多月。后来呢，他想见我，我就拒绝跟他见面。他给我发来短信，他说，丁亚丽，你做人太假了，不觉得你这人太假了吗？你为了自己的口碑，你就不带我出去拍戏，结果我的病情又加重了。唉，从此以后他的电话我都不接了，后来短信来了我也不看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对女儿的这种态度绝对是家庭冷暴力。换位思考一下哈，如果我是女儿，遇到这样一个妈，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的养父母爷爷奶奶给了我无尽的爱，我是不缺爱的人，我应该是充满爱的人，可是我怎么却如此的冷漠无情呢？女儿长这么大真的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一般人遇着儿女不好就生怨气，岂不知儿女不好是你的命不好，叫你休命呢，反而怨恨子女正是不要命了。儿女犯错，父母要宽容，要领导，
要择己，要正己，时间久了自会悔改，这叫义气。不然你怨他，他恨你，日久成仇。况且儿女是祖先的遗德，你要怨他正是欺祖。哎呀，我真是惭愧万分，我对不起我的列祖列宗，我在这里向我婆娘两家的老祖宗们深深的忏悔，向我的公公婆婆前夫忏悔，向我的儿女深深忏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请你们多多的原谅我。谢谢。我记得就在那次祭祖活动后，我跟一位老师说，我说我这辈子最不过不去的人就是我女儿，我过不去这个坎儿。这位老师就教导我说，他说你要放大心量，要多多站在女儿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我听了以后非常的震动，我决心要改善与女儿的关系。佛菩萨和老祖宗知道我有心要改变了，真的就开始安排了机缘来帮助我。今年年初有一天哈，我女儿就给我发短信说她要参加我为喜剧狂的一个综艺节目，她口气很强硬，她说你不参加也得参加，你要是不来我自己演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当时我接到这个短信的一瞬间，我还是挺生气的，我心说你有求于我，口气还那么硬。哎，佛力加持吧，祖宗护佑，我马上调整心态，想起那位老师告诫我要多多站在女儿的角度上考虑问题，我赶紧回短信说，我说我去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女儿回短信说，妈妈，谢谢您，您能答应我，太让我感动了。我马上回复她说，我说我从来没演过喜剧小品，我也比较没底气，你说这个节目我怎么配合你吧？女儿说，妈妈，你就这么大岁数的演员了，你还能给我助演，已经给我太大的面子了，我很感动啊。您就念旁白，我演，然后我真的很感动，您不用紧张。从那天起，我们俩有史以来新的互动就拉开了序幕。刚开始的排练当中，我们俩都有些忐忑不安，互相都很客气，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句话说不对了，发生争执，然后导致不欢而散哈。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儿。后来呢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可以说排练的过程就是放下自我、改过自新的过程。从那以后呢，我的时间基本上都给女儿了。最初呢，我们俩在家里头排练了7天，很艰难，排不下去了。我们到剧组就找这个剧组的老师、导演排练。这个排练期间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。我一看到他表演上不对的地方呢，我就很着急，就很不耐烦地纠正他。那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人家导演让你这么演，你怎么就那么演呢？因为我是舞台演员，我总是觉得自己舞台有舞台丰富的经验，我总想指手画脚的去摆布它。女儿就越来越不自信了，越来越焦躁不安。有几次我们俩就顶起来了，她叫我，你行了，别说了，你闭嘴，你出去。啊，出去之后吧，我又进来了，又忍不住说她。然后女儿就说，就看我进来就说，出去，我就又出去，哎呀，眼里含着泪哈，心里特别不平衡。哎，我就想，我干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也算是你的前辈吧，我也是专业演员，你说跟你们这些业余的孩子们海选，我就够不容易的了，你还不满意，我觉得特委屈。然后呢，就掉了几次眼泪。后来吧，转念一想，孩子更加的不容易，他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你说你跟他说那么的专业用语，那么多的专业用语，他不理解，导演有导演的要求，你又挑三拣四的，你说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你说他能不跟我发火？他不跟我发火，跟谁发火呢？后来我就劝自己，对他千万不要着急，对他要有足够的耐心。就这样，
进去了又出来，出来了不放心又进去，反反复复很多次，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出来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。还有几次呢，我干脆就想放弃吧，不管他了，爱咋地咋地吧。就在那个时期吧，我根本睡不好觉，整宿琢磨他的表演方案。又几次吃午饭的时候，女儿看到我眼睛红红的说，妈妈对不起啊，你天天这么围着我转，我还冲您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哎，但我真的控制不住妈妈。我就跟她说，是妈妈不好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，不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你面子，妈妈应该体谅你，你有火就冲妈妈发吧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后来我给她买水呢，他看我买的水不对他心思，我就再跑出去给他买，不带糖的，不带气儿的，因为他减肥呢，吃饭呢不能吃主食，菜也不能吃油的，我就再三嘱咐那厨师少盐少油，还不行，我就摆几个碗，倒上白开水，然后涮几遍再给他吃。女儿排练的时候道具也没有，我就跑到布料城里头去买布料，然后到那个裁缝店去给她做哈达呀，做手绢儿。看她排练的时候在石灰地里磨的，就是这个肘啊、手肘啊，还有膝盖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就到体育用品商店给她买护膝呀、护肘啊，所有的道具我都准备齐了。然后导演和这个老师都很感叹的说，我说丁老师你到哪儿去买的呢？我还给他买了适合排练的很多衣服鞋，排练过程当中我喂他水啊，给他擦汗，并且态度改变了，就开始鼓励他了。我说，哎呦女儿你这遍真棒，哎你真有灵气，不错不错，你这一段排得太精彩了，太细腻了，人物的情感都表达出来了。我总是默默地冲他竖大拇指，真棒真棒，他就特别的开心，也就越来越有信心了。排练时候呢，他就特别希望我在现场，还特别愿意听我的意见。有一天我俩吃饭的时候，他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，他说，很深情地望着我，他说，妈妈您这么多日子陪伴着我，太不容易了，您辛苦了，妈妈您知道吗，您欠我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很诚恳地对他说，啊，我说我知道我知道，我还我还。我心里在想，我说你说吧，我欠你什么，欠命我现在就还命，你欠什么我还什么。然后女儿微笑着跟我说，说妈妈你这一回一次性的都还清了，而且是加倍还的。从此以后女儿就再也没跟我发过脾气。我深刻地体会到佛法里讲的，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女儿正式演出那天呢，临上台前呢，我就说我们要拜一下，女儿说非要拜吗，说哟妈你太让我没面子，这么多人你就让我拜，我说一定要拜，这是你姥姥传授给我的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位很资深的一个评剧老演员，每次演出前我妈妈一定要让我在台上四方都要拜拜，因为舞台上不出事则已，出事就是大事儿。因为我是从舞台上摔下过来，我那次摔的还比较不算太惨，摔到了观众席上，然后胳膊给粉碎性的骨折，然后我就带着伤，一直演到了完，观众都没看出来。但是如果要摔到观众席，观众乐池里就惨了，五米就把人摔残了，经常是这样。然后上边铁坨能砸人，然后灯光能莫名其妙了就砸人了，所以舞台真的祭拜真的很重要。他就说那好吧，那我跟着你拜吧，就跟着我拜，我说什么他也说什么。结果呢，演出的时候每个动作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下台后女儿激动地拉着我的说，哎呦妈妈妈妈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演的，真的我不知道啊，真是佛菩萨加持，哎我信了我信了。以前呢我的主观意识特别的强，我去说去哪儿就得去哪儿，我说见谁就得见谁，他要不去我就发脾气。现在呢我就跟女儿说，我说你想做演员
但是在这条路上你需要我做什么，希望我给你什么样的帮助。女儿说了以后，我说我知道了，妈妈知道了。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给她联系经纪人呐、导演呐、等相关的人见面，让她有更多的人脉。在这期间呢，我就跟女儿说，我说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人脉，要团结人，要与人和睦相处，朋友相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。我说这些年我得力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学习佛菩萨的教诲，不经意间在朋友思想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就能应用上了。不是说饭桌上的吃吃喝喝啊，也不是物质上的帮助，而是给他们一些书籍啊、光碟啊，他们从中受益了。朋友是就是这么交下来的。然后每次见曾经帮助过他的人，我都带他一起去，都要带一些礼物啊。他说：“哎呀妈，不用吧，都过去的事儿，还用得着这样吗？”我说：“受人点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有恩于我们的人，我们都要念念不忘。”当演员需要一些艺术档案资料啊，其中一项就是要照一些风格不同的艺术照片，当然也需要不同的风格的那种服装哈。女儿她不爱逛街，也不爱去买衣服，我就自己跑遍了时装店去给她挑。人家售货员就说：“哎呦，你让她本人来呀，得自己试才合身啊。”然后我就四处求人，看周围人呢跟他身材差不多的，求人帮忙试衣服。有的人没时间呢，有的人认出我来说：“您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拍完照片，我求人，我说：“那我也求你件事呗，你能不能给我试件这件衣服好不好？”然后接着我就拎着大包小包的衣服、鞋子等等的，爬到五楼，因为我们那个楼没有电梯，就给女儿一件一件的试。她就特别高兴，说：“妈妈，衣服怎么这么好看呢？怎么这么合体呢？”我就把经过告诉她，我说：“哎，几次下来，她就很感动的哈。”她说：“妈妈，下次你买衣服的时候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我说呢，不是我买衣服，是我给你买衣服的时候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去。拍照那天呢，摄影师临时需要一套牛仔的服装，然后一大早人家门还没开呢，我就守着那个这个服装店的门，等商店门一开，我就立马冲进去挑几件儿，赶紧回家，因为那些衣服都要一件一件的烫好、熨好，烫好后呢，我就两个手举着衣服架，然后呢，衣服架上套上衣服，然后打计程车去到摄影棚。我还在摄影化妆期间呢，就是在化妆间跟摄影化妆师呢不停地跟他商量，根据他的脸型啊，不同的服装啊，要给他造什么样的型。化妆师就跟女儿说：“说女儿，说你真幸福哈，你妈对你太好了。”然后拍摄期间呢，我又是打路机，又是服装师，又是摆造型的导演，又得给他做模特示范。拍古典衣服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呢，我就在化妆间跟我女儿说：“我说古代人是个什么样子的？现在你就是林黛玉，我就是贾宝玉，来，我搀你上楼。”我还哼着那个《红楼梦》那个主题曲，当啷滴当滴当当，词儿都记不住啊，就哼着曲，然后给他找感觉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哎，眼神要看着我，要低下头，要含着胸，然后这样。”然后那天早饭、中饭都没吃，水也没喝上。我记得那天恰逢是母亲节，女儿很感动，她就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您太辛苦了。我精心的准备了一首歌，然后唱：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。”哎呦，听得我泪流满面，她也唱得满面泪流。我当时确实想起了我自己的妈妈。那天晚上，儿子请我和他姐姐吃的饭，奇怪的是，我一点都不累。
我希望女儿将来做一个实力派的演员，因为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所以我就根据她的条件呢，量身制作表演课。我们俩共同看一部片子，刚开始拿手机看，我的眼睛不好，手机特别疼，后来改为 iPad。 我们根据电影情节来分析影片啊，分析人物啊，了解影片的时代背景啊，而且站在演员的角度上感性的去认识分析这个人物，让他感知是人保戏呀、啊、还是戏保人呢、啊、他的精彩处在哪里呀、啊、经常分享到有时候半夜两三点，这样持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女儿就很心疼我，她就说妈妈不能这样了，说咱们改为早睡早起的，你不能这样跟我再熬着了，累坏了身体，我可舍不得您生病了。我们两个就这么分析着分析着，探讨的面越来越宽广，从社会呀、生活呀、工作呀、事业呀、爱情观呐、啊，到为人处事的态度等等，我们的心也越来越贴近了。现在女儿呢极其勤奋，看得我都有些心疼她了哈。就说哎呀，方法知道了就可以了，不用做这么大量的笔记。女儿说不行，我基础太差，而且吧我比较懒惰，一定要逼着我自己做这样的功课。女儿真的很聪明，现在能举一反三了。她心疼我，知道我眼睛不好，不让我看片子了，只让我看她学习的笔记。有一天女儿情绪很沮丧，我陪了她一天哈，我就跟她聊天说，我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她说，我说你看看妈妈近60岁的人了，我说还有很多的缺点，犯很多的过失。妈妈跟你说句说点心里话哈，妈妈当时做姑娘的时候就不会做姑娘，姑娘应该是性如棉，洁白温暖，妈妈每天都嘻嘻哈哈的，没有个姑娘样，行为举止不稳重。跟你爸爸结婚后当了媳妇儿，洗衣做饭收拾家都是你爸爸的事儿，你爸爸对你太老爷老了，老爷可孝顺了。我和你爸妈妈和你爸新婚都是和你太老爷住在一个屋里，中间拉一个帘儿。离婚后呢，你爸还带着你太老爷看病，大半夜的拿电炉子给我和你太老爷做那个烧麦啊小米粥，一口一口的喂你太老爷。早晨5点他又骑着3轮车把你太老爷都接回家。这都是，我说姑娘啊，这都是离婚以后的事儿哎。你说这么样一个好的男人我都不知道珍惜，我还在外面搞邪淫，我真的是对不起你爸爸，我婚姻不幸都是自己种的恶因。哪个男人愿意要我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呢？我真的，我都跟他说，我说我结8次婚也得离8次婚。想想这些事儿哈，我真是惭愧万分。我这样的女人不配做人家的儿媳妇儿，万恶淫为首啊！邪淫不仅伤害本身，还殃及子孙。妈妈是恶人呢，千万别走妈妈的路啊！哎，我跟他说，妈妈在孝道上也亏。我选择婚姻时不听你姥姥话，结了婚。你姥姥说结了婚了就不能离婚呢，我又没听话，结果让你姥姥姥爷忧思生病。妈妈是大不孝啊！在慈道上，妈妈对不起你和弟弟，从小让你们没有完整的家庭。离婚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，我让你们心灵上受到了那么大的痛苦和伤害。说妈妈这一生愧对天，愧对地，愧对祖先，愧对我身边的亲人。妈妈犯了这么多的错误，就是因为没有受过圣贤人的教育。你一定要学习啊。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发现女儿越来越关心爱护我了，越来越懂事儿了。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女儿的短信互动哈。我发给女儿的短信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哈。闺女，你知道吗？此时此刻妈妈最想对你说的话是，有女儿真好，有你这样懂得感恩的女人是我最大的福气。
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，你为自己为我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妈妈为你自豪，更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我自己，妈妈会更加的疼爱你，关心你，爱护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个善良、重情义、懂得感恩的好孩子。妈妈相信你，并将尽自己的一切所能陪伴你，帮助你实现你美好的心愿。你一定行。下面是女儿发给我的短信，她说：妈妈，我知道你为我考虑了那么多，我会听你的话，走你告诉我应该走的路，因为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苦，你的感悟是深刻的、透彻的，我不想走太多弯路，就要听你的话，就得改变我自己，改变这个过程很艰难，但是有您在，您在我身边督导我，我会走得简单一些。妈妈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妈妈，您让我又一次的折服了，因为我在他面前示弱，我说妈妈，有的时候可能这时候这快60岁的人更年期哈，然后莫名其妙的烦恼，莫名其妙的哎呀心里不痛快，然后我就跟他分享，他说妈妈，您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怕对女儿倾诉，我陪您一起熬过这个时期，我也想守在妈妈身边为您做点事儿，我体会到了妈妈以前为我付出的感受，咱俩以后角色会慢慢的转变吧，再过几年妈妈会越来越像孩子，我会越来越疼爱您，曾经的妈妈是一棵大树为我挡风遮雨，女儿长大长成大树要为妈妈抵挡风浪，是女儿不孝让您操了那么多的心，您应该享福了妈妈。她说我完全折服了，一个人要承认自己的问题是多么多么的难，您的那种气度和智慧，妈妈您现在的状态这是真实的您，您是母亲能这样放下自己的身段和女儿诚恳地探讨，您的一言一行成为我今后学习您的榜样。说实在的，我扪心自问，我都没法做到妈妈您的程度，妈妈您得夸奖自己一下，我是多么的，您是多么的努力积极的面对生活，妈妈您生活上已经完成了一次质变，妈妈您在我心里一直是我憧憬的对象，我的榜样和老师，我内心深处渴望得到您的肯定，妈妈您，我进步快是因为您教我教的到位，因材施教，人和人是互相影响的，妈妈您好了我才会更好，妈妈谢谢您一直这么肯定我鼓励我，我得到了莫大的鼓舞，其实我差的还很多，还远远不够，未来的路上妈妈您要一直陪我走下去，事实证明听妈妈的话才会进步，妈妈说的学习方法教我的东西都是那么的适合于我，我真的很幸运成为您的女儿和学生，其实世界上最感动人的就是亲情，有多好的妈就有多好的孩子，妈妈您可不笨，谢谢。我跟她说，我说妈妈很笨，很愚笨，我说你很聪明，这个在聪明这个问题上你是遗传了你爸爸的基因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您可不笨，非常精的，但是您是藏着而已，把自己性格拙的部分外放罢了，藏拙之人必是聪慧之人，尤其在别人面前把自己放最低，您很聪明也非常智慧，您的待人处事和演戏的方法很多值得我去研究，我都后悔以前没及早的向您学习，您真的是一位好老师好母亲，妈妈其实我在您身上看见了我，您就是我就是您，咱俩互为镜子。以前，这以上是我女儿给我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吧，我以前也给女儿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心态不一样，原来都是抱怨的，认为她是来讨债的，障碍我修行来的，结果做了很多事情却任劳不任怨。佛法讲人生酬业，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还债来的，遇到债主反而
到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遇到了债主反而不认账，受了受了，一受就了。一个圣人说过，一切事没有不是从因果中来的，从世上来了，若能乐乐呵呵的过去，认为是应该的，自然就了了，或者是受了，心里还有怨气，这件事虽然过去了，后来必有逆事重来，都是命里有的。所有遇着不如意的事，不对头的人，要能忍受。一个阿姨曾这么说过，说哎，你真好哈，孩子你变好了。她说不是阿姨，不是我好，是我妈妈变好我才变好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因为女儿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，都是我错了。从我和女儿的关系转变，我明白了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折射。父母是原件，孩子是复印件，要想孩子好只能父母去改正，就是在根本问上解决问题，医报随着正报转。现在就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我曾经记得有这么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哈，你无论遇见谁都是你生命里应该出现的人，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有使命的，绝非偶然。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，短信发了今年元旦发了一句话，了凡四训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勿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，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不可进。”他提醒我，修行的核心就是改过。我对照我自己的不足，改正过错，做好人，做善人。佛是人成的，佛菩萨。圣贤都是人成的。最后一句话哈，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下，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特别受益，就是一个心理大师荣格先生临终前说的。他说你永远不要企图改变别人的念头，你能够做的就像太阳一样，只管发出你自己的光，发出你自己的热。每个人接受阳光的反应是不同的，有的人觉得温暖，有的人觉得刺眼，甚至有的人选择逃避。种子在破土之前没有任何的迹象，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，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。我非常感恩这次大会哈，真的我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大会。我的修学非常的浅显，肯定有很多不妥的地方，恳请大家批评指正，万分感恩。最后呢，我请允许我感恩我们的老祖宗德音庇后，让我们大家济济一堂，请允许我向大会的主办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表示感恩。恭祝大家阖家欢乐，身心愉悦，吉祥如意。恭祝大家恭祝大会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